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va， 又嚟到新一集嘅新货推介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嚟睇下今个星期又有啲咩新货啦。首先是 Kyosho 的复刻版十二仔 Plasma Mark III Limited Alpha 2电动平款车，带你重返1980年代的经典。 Plasma MK3 终于原始设计之外，还融合了现代科技，配备碳纤维主底盘、升级版高性能球差速器，具有可调前倾角和两种烧钉直径的前悬吊系统，還有多款的碳纖維和鋁製部件，讓你可以享受現代賽車的動力和性能，同時又感受到80年代賽車的魅力。喜歡玩十二仔的師兄就記得不容錯過啦。然後就是美國 Kyosho 20周年限量版 Ultima 87 WC World Spec 四驅越野車，这一架是为了纪念美国 Kyosho 成立20周年而推出的 Ultima 特别限量版，同时也是 Kyosho 车队车手在1987年 IFMAR 世界赛入面使用的复刻版例。它配备有枪灰色的铝制零件、特别版碳纤维上层底盘板、碳纤维避震塔、前后铝制避震器、Kyosho 美国20周年纪念黑字后摩打护罩等等。 Kyosho 的 fans 就记得不要错过啦。最后是 Free Racing 的 1:10 Sakura D6 Sport 玻璃纤维版两驱漂移车，除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变速箱之外，全身套件还有三种的摩打配置，摩打的安装角度和电池布局都可以调整，单一车架就可以实现多种的重心配置，大大地提升了在各种场地和赛事入面的适应性。 D6 采用了窄身前波箱设计， caster 角度可调范围是2-8度，提供更加线性的加速表现，尤其是中等 size 的赛道上面表现出色。D6 還配備了全新的二段式摩打安裝系統，進一步地改善了操控體驗。多款的新部件包括加強的殼柱、6×1.3 避震活塞和新設計的 KPI 轉向節等等。喜歡玩漂移車的車友有興趣就快點上來我們的網站看一下啦。今集的时间就来到这里先啦，喜欢这条影片的记得 like、comment 和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